妈妈，我马上就到家了。小妹妹，跟哥哥去玩好了。龙哥，龙哥，吓唬你干什么？我女人。行行行，走，小心点。那个，谢谢你。都是同学，回家小心点。嗯。 嗨，你，喂，我跟你说话了。我认识你吗？哎，你这人也太忘恩负义了吧！滚开，我要去上课了。大嫂，别再让我看见你。这个给你的早餐，你不是不想看见我吗？啊？ 好了，其实昨天亲嘴的事也不能都怪我。亲嘴？你是不是有点健忘症啊？没关系的，都是误会。面包还帮我拆开了。其实昨天亲嘴的事……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放学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哎，你这忽冷忽热的，再文艺情故重啊。你让开！啊！ 怎么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。那个，今天谢谢你啊。哎，月，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。等一下，2个月也。 这个学校的名额只有一个，不过你可以一人去一天，怎么样？所以你喜欢的到底是姐姐，哎，还是我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最近班上转来一个跟你很像的，很像。对啊，穿衣打扮风格跟你一模一样。你个傻！你是小五的女朋友吧？ 月来了，介绍一下。是说好哥们，秒秒。谁跟你是好哥们？我是你好姐们。就你这样还好姐们？小心哦，明骚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许个愿吧。嗯，对不起啊，来晚了。他怎么也来了？他阿姨单身狗，周末又没事干，就叫上他一起了。我母胎 solo 还不是跟你在一起了，你不得对我负责啊！<笑>对不起啊，嫂子。没事，我去上厕所。我跟你一起吧，我跟小五同享就这样。嫂子，你别生气啊。打着朋友的旗号霸占别人的男朋友，妹妹，你越界了吧？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，不过是我的替代品罢了。靠！哎，给你听我这首歌，大把的好大儿。你好，我们在征集校园情侣照，可以帮忙拍一组吗？可以啊，麻烦你让一下。我。 他是我女朋友，嫂子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俩今天穿的太像情侣装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别说还挺像的，干什么都三个人一起，你就这么喜欢霸占别人男朋友是吗？干什么？这么说话就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你们开心就行。航航，好久不见，媳妇儿，你谁啊？是他发小，玩过家家的时候，他就是我媳妇儿，应该不会介意吧？ 马上撒开！这是我女朋友，做我女朋友吧。看来他不需要你了，所以他变。演的不错。啊，谢谢啊。哦，好好好。这些咱们彻底落掰了，小五。喂，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。是我干的又怎么样？他现在根本不信你。你也太卑鄙了吧！王小五只能是我的。 苗苗，我没想到你心肠这么大。小五，滚开！小五，必须得解释清楚。你因为他要跟我分手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 对，对不起。你确定还要瞒着他吗？
你就是这么照顾他的是吗？你喜欢他，我让给你啊，我哪来玩气？你说什么？你可不可以陪我演完这场戏？我这病存活率只有1%，他交给你。 哇，这也太感人了吧！真的是你的真实经历啊。嗯，那后来呢？男主救活了吗？男主去国外接受治疗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哎，你放心，是由你的责编和闺蜜的我，一定要对本书大卖。嗯，哎，你男朋友呢？怎么还不到？应该快到了吧？小香。 这是我男朋友，这是我闺蜜月野。初次见面，我叫小五。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？请你自重，我是你闺蜜男朋友。我来了，走，我们去吃饭吧。那以后你太远点，太绿茶了。哎呀，他不是这样的人。王先生，你又来了。你认识我？对啊，你以前和女朋友每周年纪念日都是在这里过的。你搞错了吧？我跟我女朋友刚满1周年。要不我们先点菜吧？好的。对了，这个送你，1周年快乐。哇，你怎么突然想送我这个啊？ 你不是因为它是李现代言的，叫认定这个品牌了吗？我趁着雅诗兰黛金晶冻有大优惠，就给你买了。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李现了？哇，小五，怎么了？我 DW 粉底液用完了。你不是还有别的吗？不，只有 DW 粉底液才最持久，夏天用防水又防汗，24小时都不脱妆的。早给你续好了。哼，还是我家现代优代言的产品好。哼，那行啊，那你以后雅诗兰黛我全包，看是我好还是李现好？我好，李现好，我好，我好。 哎，你怎么了？要不我们先回家吧。走，等一下，我去买单。放开我！小荣，你是江湖女神闺蜜，真是八辈子。到底是谁？你们在干嘛？ 我要饭的，出去！谁是偷要饭的？我要吃你们店里最贵的。哎呦，小王怎么来巡店呢？店长，你吃完饭的没一张卡能用的。这碗饭的耍我是吧？刚才我的吃霸王餐。什么张口闭口偷要饭的？我虽然卡里没钱，但是有人会给我付的。我倒要看看谁会给你这种臭鱼烂虾付钱。王叔，我很懂事长，怎么会跟你这种？我可是W级团董事长的千金。哈哈哈哈哈！笑什么？我本来就是。我可没听说过我爸有生过女儿。你爸？那你不就是我哥？好了，真的算我请，不要调查清楚再来骗人。我没有骗你，我。少爷，董事长最近请了私家侦探，找他私生女，看来确
狗眼看人低是吧？唐六集团是你们这种底层猪该来的地方吗？不自量力！没关系，叔叔，我来帮你擦。谢谢了。好了，我说过了，我是来面试的，你们三个被淘汰了，你明天来上班吧。大叔，深藏不露啊！我女儿的助理亲自挑，比较放心吗？你女儿也在这公司啊？爸。 哎，来的正好，这是我给西西挑的助理。是您？他怎么在这儿？你叫他爸？那您是？我是啊。我是啊，你认识我？我终于见到您了。那个，我是啊。快叫救护车！快，快叫救护车！我可是达顿集团董事长的千金。我可没听说过我爸有伤过你。你叫他爸？ 那您是？我是啊，你认识我？我终于见到您了。那个，我是。快叫救护车！你放开我！别以为我爸帮着你，你就没事，就是个骗子。没有骗人，那个西西才是冒牌货。闭嘴！你要敢损害公司利益，你就死定了。爱信不信？超流氓！ 少爷，亲子鉴定出来了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公司网络被黑了。技术部的人来了吗？在路上，还有十分钟。十分钟，公司机密都被偷光了。这种低级黑客，我一分钟解决他。请看，请看。搞定，可以了，恢复了。你怎么会这个？ 我可是北大IT NBI双修硕士学位，不用谢我哦。难道他是真的？老板，初级鉴定报告我已经调包了，不过越野破坏了我们的黑客计划。你不仅是个冒牌货，你还是个内奸。那又怎样？谁会信你呢？那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让开！没事吧，妹妹？ 不是你妹妹，她是内奸。我看你才是内奸。怎么可能？来人，把这骗子给我赶出去！慢着，爸，把这个冒牌货给我撵出去！什么？爸，亲子鉴定确定她是你女儿。我有说过，我早都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了。哎。 哎，张小偷！把你的钱包！谢谢啊！千玺学长，月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要迟到了，下次再跟你叙旧。哎，原来还在 W 集团。虽然我跟你妈妈是世交，但你在公司也要从底层做起。嗯，先当个组长试试手吧。好，谢谢王叔，我先去工作了。当年我和你签书，同时追你月阿姨。 都没追到，你小子要不继承下，你老爸的遗憾呢？爸，别乱说了，我先去忙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来的组长，我们先开个会讨论一下这次的项目吧。你一个空降的废物，凭什么听你的？就是嘛。说什么呢？公司的安排我看谁不服从，去开会。抢我组长，还勾引小王总，给我等着。组长，这是项目书，你过目一下。好，没问题了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没事。你这样做不太好吧？别多管闲事。你们就拿这东西来轻视丢脸吗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组长，项目书可都是你保管的，现在回去呢，怕是来不及了吧？我们辛辛苦苦几个月就都被这个空降的给毁了。开了他！开了！开了！不然怎么对得起我们的成果？都小陈吧。 小千总，别来无恙。千玺学长，你们认识？以后越野的项目，我千玺无条件签约。你们几个有意见吗？小王总，团建的衣服需要您确定一下。嗯，不在。
试一下，不过分吧？不就小王子和陈一鸣吗？听说他们当年都订婚了，结果女方突然分手了。小王哥好。说吧，找我什么事？你还恨我当年抛下你去国外发展的时候？秦雅小姐，我们早就结束了。可是我还爱你啊！你看，我还带着我们的订婚戒。谁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是我。你怎么会有这个戒指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哦，这个他是我未婚妻。什么？我很爱他，所以麻烦秦雅小姐以后离我们远点。小王总还真是处处留情啊！怎么，我的未婚妻吃醋了？喂，谁是你未婚妻啊？神经病！那个，我去给你准备团建的衣服。哎，我要情侣装。小五，我在国外给你买了运动服，你试试看。不用了，我跟我女朋友是情侣装，不比你这洋货差。大小姐，不关我的事。快叫救护车！我家小姐有心脏病。她有心脏病。小朋友，你不知道，我家小姐就是因为要出国治病。不要说了、让一下。带上你们吃饭的家伙去会议室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吃饭的家伙吗？走啊，吃饭去。小王子，你没生气吧？我气 啊！我气我女朋友不给我带便当。对，董事长找你。知道了，明天记得给我带便当。灰姑娘的游戏玩得开心吗？什么灰姑娘？像你这种妄想加入豪门的拜金女，我可见多了。你说谁拜金？说你呢！我警告你，离小五远点，那是我姐姐的人。耶、你敢打我？我是秦家大公子。我管你们是谁 ，W 集团还轮不到你们来发言。有意思。怎么又想勾引小王总啊？关你屁事！吵什么？小五，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。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勾引上司的？是不是你让我给你？管好你的嘴，我未婚妻在这儿呢。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跟秦氏千金正式订婚。王小五，你他还真是不自量力。就他一位，整天在这丢人现眼，咱们小王总看得上他吗？臭人多作怪，让开！你求我呀，求我就帮你。我求你让开！大家别误会了，便当是我女朋友月月送的。那也许的瓜葛全部都灰姑娘的游戏玩得开心吗 ？W 集团还轮不到你们来发言。你是来上班的，是来勾引上司？我求你让开！也许的瓜葛。别忘了你跟董事长和我的约定。董事会集体撤资，现在银行也不肯贷款给我们，再这样下去公司只能破产了。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当然有，我们秦家很愿意资助你们。真的吗？但是我有个条件，跟我结婚。一个亿的投资换你跟月月彻底分手，很划算吧？我会守约的。你还有脸来公司啊？你们有病是吧？我们看在小王总份上才让你三分，你以为我们这么怕你？你别在我这闹事。是他的。好，我走了。小五，你如果还爱着他，
爸爸可以暂时公司，不可以，公司是您的命。唉，爸爸去天台抽根烟。嗯，我钥匙呢？你放心，我有董事会那群老东西的把柄在手里，只要我和小五结婚，我们的股份就能霸占W集团。原来，这都是你秦家的阴谋，李局长。 我绝不让我儿子娶像你这样的女人。走，跟我说清楚去。你放手，你放手！王叔，王叔，王叔，你醒醒！王叔，爸，爸，谁干的？我亲眼看见，是越野做的。我绝不让我儿子娶像你这样的女人。好，我走。你放手，爸。 谁干的？是越野做的。王先生后脑重创，醒来很难说。小五，真的不是我，我和小张都看见了。对吧，小张？我的确没有看见，是越野亲手推的。那现在你看到了吗？我看见是越野亲手把董事长掐死的。怎么，你还想多伤个人是吗？你不信我？ 我这辈子都不想看见你。现在你该对他死心了吧？少爷，您真的觉得是？我怀疑所有人，都不会怀疑他。但是，我不得不让他离开我。等等，你又想怎么样？你涉嫌故意伤害罪。 把他抓去警察局。弟弟来了，帮我抓他。你有5秒时间，好不好？5、4、3、2、1，去吧。你曾经跟你姐做对是不是？你根本不是情人。